浩浩学长，大嫂，我可以跟秀秀小姐交往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当然谢谢学长，谢谢大嫂。这个假日吼，是一个公务员啦，阿爷爸母阿哥伊出来人拢伫台中无出来。卡叔哥，你若是当嫁予伊，你就是伫台湾唯一的亲堂，一定给你秀命命。学长，这是聘金聘礼。哟，我敬你。以后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什么？要退掉聘金聘礼？你是故宫，我无改。都跟我所谓用心、所谓辛苦都都不爽。我这嘴，都是这间厝的一家之主。只要你无惊点的食，一切拢会听我的。秀珠，一定来给庞大志。何处是我家？每晚八点。